今年一月，你对中国成功进行了国事访问。我们一致决定将中乌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，在更高起点上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。两国关系发展进入了新阶段。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。 我们正在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，贵国也在全面推进乌兹别克斯坦2030战略。我们的目标很宏伟，也很朴素，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。我们愿同乌方一道，以国家命运为怀，以人民福祉为念。 推动中乌关系高质量发展，我愿重申，中方坚定支持乌方维护国家独立、主权、安全，永远是乌方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。